喜峰口地处燕山山脉东段，左右高崖对峙，地形险要。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华北通向东北的一条要道。在不同的年代，这里或是军事战略的重心，或是商贸往来的枢纽，英武的雄姿，鼎沸的士声，都是历史的注脚。紧邻喜峰口的宽城满族自治县，在兴衰流转中，自然也被打上深刻的边地特色，铺展出一幅融合南北、涵纳万千的历史画卷。东出卢龙塞，浩然克思孤，亭后列万里，汉兵犹备胡。诗中所提的卢龙塞就在今天的喜峰口一带，一句汉兵犹备胡将卢龙塞的战略地位勾勒了出来。茫茫山峦独此一道，这是由滦河在燕山腹地形成的天然孔道。明洪武年间，明朝统一了辽东地区，为防止北方民族侵袭，明朝在北江沿线修缮长城，巩固边防。卢龙塞也经历多次改名，而被称为喜峰口。明隆庆年间，一代名将戚继光出任蓟镇总兵后，对喜峰口及其所属的蓟镇长城加厚边墙，并修筑敌台。喜峰口引火器的使用也大幅增加，据记载，当时火器多达40多万件。长期从事宽城历史文化研究的张廷凯，在1996年曾受邀参与河北省志《长城志》的编纂工作。他发现，全长660多千米的蓟镇长城，当时建有关隘32处，宽城县界有7处之多。喜峰口是其中重要的一处。尽管卢龙塞变成了喜峰口，平安王朝变成了大一统，但是这里一直到明代依然是军事防御的前沿与多种文化的界限。然而到了清代，喜峰口的军事战略地位下降，长城的作用被削弱。张廷凯认为，这源于清代统治者改夷为易的边疆政策。清康熙20年，公元1681年，康熙帝设立木兰围场，进行木兰秋闲。随后，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兴建，更有效团结了边疆少数民族。曾经烽烟四起的关口演变成人口聚集、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喜峰口北的这片土地逐渐走向文明与繁荣。这是位于宽城西梨园村的一块清乾隆年间的地界碑。
虽历经200多年，但碑文仍然清晰可见。顺治八年，始开北口，令八旗人等各占地土，旗民错处，人稠地狭。这成为清代大规模人口迁入这里的有力证明。宽城因清王朝边安官圈、八旗驻防、安设驿站、分丁拨户等措施，导致大批满族人进入宽城，并形成了庄园文化。可以说，宽城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坐落于宽城段树沟村的清代庄头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原有房屋40余间，整组建筑中轴线清晰，满族特色突出，是当地众多庄园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当时热河境内一共设有136名皇梁庄头，并根据土地肥沃程度分为4等，设在宽城境内的均为1等庄头，他们通过管理庄田向清廷纳粮纳银。既是庄园占有土地约100余亩，每年收粮数万担，即使是从残存的族谱中，仍然能感觉到庄园当时的人丁兴旺和显赫声名。从卢龙塞到喜峰口，边关的色彩逐渐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城市逐渐兴起，军事要道也逐渐变成经济通道。元代，这片土地因域内的宽河得名宽河驿，明代在此筑宽河城，宽城就此得名。1962年，经国务院批准，1963年建立宽城县。1989年成立宽城满族自治县。烽烟散尽，灯火又人间，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宽河滚滚流。918事变后，日军向长城沿线集结重兵，意图侵占华北。1933年3月初，国民革命军第29军受命参与长城抗战。然而，在日军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击下，29军伤亡惨重。他们决定绝地反击，办法就是组织大刀队进行夜袭。1933年3月11日，大刀队在夜色掩护下冲入日军营房，近距离的拼杀中，大刀优势尽显，重创敌军。这次夜袭在友军2个旅合击下，作曲家麦新在此战的激励下创作了唱响全国的《大刀进行曲》。大刀队的事迹很快传遍大江南北，这片土地上的不屈与抗争仍在继续。位于宽城王场沟的这所院落
曾是冀东抗日指挥中心所在地。因为王场沟山高林密，地形险要，1941年，冀东军分区党政军机关等核心机构便设置于此，领导着孤悬敌后的冀东战场。一个又一个抗战故事，一个又一个平民英雄，就在这里诞生。这是宽城满族自治县评剧团编演的现代评剧《深山红嫂》，它以王场沟村民刘素贞为原型，讲述了冀东军分区北迁于此后，刘素贞等众多村民在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军民一心团结抗战的故事。王翠平是刘素贞的扮演者，在创作阶段，王翠平通过走访发现了刘素贞家人保存下来的一盏油灯和一双军鞋。自1941年开始，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和严酷的封锁，王场沟被划为无人区，一时间根据地军备物资十分紧缺。1942年寒冬将至，听说王场沟一带的部队指战员还没有过冬的衣服，刘素贞就带领村里的妇女用被单把窗户遮住，长起油灯，连夜为部队制作军衣。被日军发现后，刘素贞等人迅速转移到大山深处继续工作，最终赶制出120件军衣和上百双军鞋。在艰苦的抗战岁月，王场沟人人投入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之中。正因为王场沟军民团结一心，在最艰难的时刻使冀东抗日火种得以延续，最终形成一个有560万人口的晋若辽抗日根据地，因此这里也被誉为冀东延安。冀东延安砥柱中流，英雄传奇代代相传。2005年，王场沟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2018年，冀东抗战纪念馆落成并投入使用。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革命烈士和群众被永远铭记。他们是普通人，他们也是民族的脊梁。长城脚下英雄城，比那长城更坚固的是宽城人的精神。将高跷和秧歌融为一体，集杂技戏剧于一身，儿童和成年人配合表演，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叫宽城悲干，也被当地人称为头顶上的秧歌，在华北乃至全国都独树一帜。宽城悲干由上绝、道绝、下绝三部分构成，具有高、悬、巧、艳等艺术特色，其角色设置大多来源于传统民间故事、神话传书。这张拍摄于清朝末期的照片是关于宽城悲干最早的影像记录，尽管时隔百年，但仍能透过照片感受到宽城悲干万人空巷的演出盛况。
据老一辈讲，宽城碑刻是关着一个小炉匠传过来的。随着装修的兴起，经常举办由官商民三方合办的花卉，其中碑刻是最受欢迎的。在徐庶的童年记忆里，只要过节就有碑干演出。然而最近这些年，宽城碑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仅看的人少了，会演的人也越来越少。2012年，徐庶发现宽城已经十多年都没有组织过一场完整的演出，他决定尽己之力恢复这项传统技艺。一场完整的演出那可不简单，杆架制作、曲牌风格、服装规制都得有讲究，都得按照老一辈子规矩来。碑杆老艺人马春来多年前曾手绘出碑杆表演中的杆架道具，并详实还原绑缚手法。在此基础上，徐庶和老艺人们又仔细研究历史照片，他们发现照片中表演者的行头均来自传统秧歌。翻阅大量资料，他们整理出麻姑献寿、算粮登殿等众多曲目，设计出相应服饰道具。宽城碑杆之所以久负盛名，主要源于表演难度，每次出场13架，其下爵均为一人，而上爵最多可达3人，这是表演的绝活。宽城碑杆主要在平衡，上下脚身体同步向前倾斜5度左右，反复练习和乐队完美配合，才能保持重心一致。宽城碑杆的表演往往长达数个小时，上爵和杆架的重量都集中在下爵的腰部和背部，这是对表演者的巨大考验。为了适应频繁的演出，铁制杆架的改良势在必行。徐庶等人用钛合金制造出新型杆架，重量由40斤减少到13斤。杆架过重不易平衡的难题得以解决，这让宽城碑杆的参与度极大提升。2016年，宽城碑杆应邀参加中国乐谷欢乐节，即2016年秧歌花卉大拜年活动，宽城碑杆走出宽城，博得了更多中外观众的掌声与喜爱。上百年的历史中，宽城碑杆几经沉浮，从街头巷尾走上艺术舞台，从历史深处走向人心深处，它的步调就是宽城奋进的步伐。长期从事宽城满族文化研究的葛丽红，正在为一年一度的宽城满族颁金节系列庆祝活动寻找灵感。他希望找到最能代表当地特色的美食，让各地游客感受宽城味道。2014年，宽城满族自治县西岔沟村被列入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葛丽红发现，这里保留着宽城独特的饮食文化。在清代，每逢丰收，庄头都要设宴庆祝。宴席上的菜品很多都是满族人在故土的习惯做法和宽城物产融合而成，接待礼仪也格外讲究。凡宾客至，
奏乐试营。满族人讲究奉上道堂点款待，沙琪玛满族点心成为西岔沟村的道堂点，总是最先出场。沙琪玛也称赛利玛，到了宽城，当地盛产的板栗成为制作沙琪玛必不可少的果品。这棵古树已有几百年树龄，依然枝繁叶茂，当地人称栗树王。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栗，民虽不田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2000多年前，苏秦就对燕山一带出产的板栗给予高度评价。宽城地处燕山腹地，板栗种植历史悠久，境内百年以上栗树存有10万余株。葛丽红不能忘怀儿时味道，然而这些年沙琪玛逐渐离开了人们的餐桌。在宽城会制作传统沙琪玛的厨师更是寥寥无几。葛丽红找到了当地老字号糕点铺子的厨师李胜民。上好的栗白面与新鲜的鸡蛋配比最为关键，反复捶打与揉捏决定着沙琪玛的软糯程度。切条、油炸、用糖浆层层包裹，塑形之后将碎栗仁、松子等果品均匀洒落于上层。栗子与栗子谐音，寓意美好，若能用上老栗树的果实，则更能表达对远方客人的心意。品尝道堂点后，西岔沟村的宴席正式开始。正餐有49道满族菜品，按照宽城的饮食习惯，汤最后出场，寓意相聚后的圆满。地道的宽城宴上，汤的制作也总是离不开栗树。栗蘑学名灰树花，宽城古老的栗树林为其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宽城栗蘑层叠如莲，香气四溢，是食材中的提鲜上品。制作一道栗蘑汤，耐心和技法一样重要。要想有更好的口感，就要沿着栗蘑的纹理走向用刀。始于清晨的文火慢炖，要一直持续到宴席的尾声。主人的深情厚意就在这细心与耐心中升腾起来。在葛丽红看来，以宽城板栗为主打的特色美食，既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记忆，也融入了一方水土的特色，恰恰符合班金节的活动理念。他希望通过节日活动，让更多的人通过宽城认识板栗，通过板栗认识宽城。班金节系列活动如期举行，由板栗做的特色美食让很多人一饱口福，宽城味道正征服着越来越多人的味蕾。在宽城西南方向大约260千米的天津，
有一座纪念碑，记录着宽城的一段历史，也记录着这两个地方的特别情谊。这就是坐落在天津三岔河口的引滦入京工程纪念碑。这座汉白玉雕的母子形象雕塑叫母子盼水，他们眺望着东北方，承载着天津人饮水思源的感恩情怀。20世纪70年代末，天津遭遇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水荒，生产和生活用水十分紧张，要解决用水危机，必须找到新的水源。从70年代开始，我们天津曾有过3次调水的方案。第一种方案，那就是我们从北京密云水库调水，本来北京的用水压力都很大。第二种方案，从黄河调水，它从黄土高坡流下来，含沙量很大。第三个方案，我们从滦河调水，滦河距天津市的距离最短，水质最好，滦河水进入津门，对天津人民是一大福祉。滦河发源于河北省承德市北部，水质优良。为了利用滦河水资源，早在1973年，国务院就决定在潘家口兴建水库。水库是引水工程的源头，没有潘家口水库，就没有引滦入津。潘家口水库位于河北迁西县和宽城满族自治县的交界处，71%的水域在宽城境内。几站山曾是宽城满族自治县潘家口水库移民迁建办公室主任，他手中的这份卷宗是潘家口水库移民的完整名单。如果潘家口水库下闸蓄水，将淹没宽城20个行政村，涉及近3万多移民需要搬迁，同时淹没2万多亩耕地，这对宽城是个史无前例的考验，也是巨大的牺牲。短短2年时间，一期搬迁工作全部完成，潘家口水库得以下闸蓄水，这为引滦入京工程交付使用提供了先决条件。我亲眼在潘家口水库看到两岸的盛开的梨花被水淹没，很多村庄被水淹没，老百姓为了天津送水，不惜个人一切，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我们深深的敬意，也深深的怀念，并且铭记在心。1983年9月，从潘家口水库到天津，全长234千米的引滦入京工程。因为渔业的发展对水库造成了污染，宽城库区人需要转型。这艘新船，村民程建生已经盼望多日。他即将带给程建生一个全新的职业与身份，游艇驾驶员。以前靠打鱼，现在不能打了，发展旅游业，做驾驶员的收入比原来更高。2016年11月，为加快建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建设，潘家口水库网箱养鱼取缔工作正式展开。顾大局，识大体，以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引滦精神
再次得到诠释。仅半年时间，取缔网箱养鱼工作就顺利完成。旅游业代替了渔业，渔民集中在一起成立船队，以入股分红的形式统一经营管理，为库区观光提供新服务。近几年，水库水质大幅改善，潘家口水库上游的大桑园村吸引了规模近3000余只的庞大苍鹭种群在此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已经是河北省政府批复成立的省级自然保护区。村民商玉来是兼职河湖管理员，每天都要巡查3000米滦河河道，这是当地很多村民的一项重要工作。保护生态已经成为这里人们的共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悠悠滦水不仅养育了宽城人，也滋养着京津冀的美丽与繁荣。不同的时代，宽城人一样浓墨重彩的写尽芳华。由于潘家口水库下闸蓄水，喜峰口至潘家口段部分长城被淹没，机缘巧合中，水下长城奇观由此诞生。从2016年9月开始，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陆续展开。作为这次长城修缮工程的负责人，河北省长城保护协会的会长孟琦多次来到宽城实地考察。他发现，部分长城坍塌严重，已经无法找到曾经的建筑规制。如何精准还原长城风貌，成为摆在孟琦面前的一道难题。这一段长城呢，已经有一部分淹没在水下了。如果说这个水下的部分保存得更加完整的话，会对我们这一段长城的修缮呢，提供一个更加充分的设计依据。经过走访，孟琦得知几年前一支专业水下摄影团队曾在潘家口水库拍摄。通过多方联系，孟琦找到了这份珍贵的视频素材。通过对这段视频的反复研究，孟琦认为这段水下长城至少600米长，虽然被水淹没多年，但依然保存完好。喜峰口关和三处敌楼以高耸坚固的石基砖墙连成一体。孟琦的设想成立了，这段水下长城将成为他的团队完成修缮工作的重要依据。在水下勘测所得数据的印证下，他们最终确定了施工图纸。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今天我们大力的修缮保护它，就是为了让广大人们更近距离的触摸历史，增强文化自信。那么这段长城的修缮会对同一类的文物保护工程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同时也是宽城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贡献。在修缮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发掘出石雷、火铳、箭镞等数百件珍贵文物，这又为明代长城关口防御体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水下长城到新出土的文物，宽城逐渐成为一个窗口，人们可以从这里一探长城原来的模样，从这里瞭望深远的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宽城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因为潘家口水库独有的自然景观，宽城的绿水青山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向往之地。以盘龙湖影视基地为抓手，宽城又实现了文化和生态的融合发展与叠加效应。2019年，一部以当地乡村发展为背景的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在这里取景拍摄，它再现了宽城人守护水库生态、发展产业致富的故事。《最美的乡村》是一部戏，也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是一群人的故事，也是对宽城人命运的聚焦。水上游乐中心、满族特色村寨、淘金小镇等一批产业项目，让宽城文旅发展的天空群星闪烁。绿水缠绕古迹，人文装点青山，美丽宽城的未来无限风光。曾经喜风口的勇士毅然伫立在月色下的边关，誓死保家卫国。今天潘家口的水在阳光下奔腾向前，绵延广阔，润泽四方。从喜风口到潘家口不过十几千米的距离，却是从生存到发展的变奏。这条路见证了宽城的筚路蓝缕、奋勇向前、转型求索。这条路，宽城人正越走越宽广。宽城，天宽地阔路长。宽城，宽宏之城，写下新纪元。